比到爱减少艺术业的危害，推动县政府巩固对艺业处置意识，包含客家学堂等新活动推动时，明天的日本式的建筑修缮权，屋内屋外都全面禁烟。喺土亚打被爆烟呢，州法就为本年发2000到1万元的罚款。微信叫工作人员，那天专门实验的宣传的看板，都到人都在宣传。自营业处的意识，整体两点业公开，为的推动是保障了给企业明天的日本式宿舍群，做做我们的实验。将台东市北町日式建筑宿舍群含客家学堂，依烟害防治法公告为全面禁烟场所。1939年起的明天的日本式的宿舍群，2007年登录做历史建筑。2017年，漳浦其中两栋准做客家学堂，其他十栋是省府的建筑，在陆续在2020年漳浦。等完成对外招标过后，作为正式对外开放。现在都在水做为屋的，专门是研究后，要做来减少腐蚀屋的可能。自然可以减少垃圾，对。然后这里又是木质房子，对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可能会把房子烧掉。我看到没有烟蒂。没有人抽烟，不错。同烟卫生局强调，烟土照烟害防治法公告的户外专门吸烟的环境，综合有意识的素材，为加强稽查和宣传，违法的人最多只罚1万元，呼吁好吸烟的人要遵守规定。下个新闻，陈明，同木头。